小姐，这是员工用货梯。你是贱货。对，遇不到人。不好意思，有房客投，有房客反映说您音乐开得太大声。啊？有其他房客反映您音乐开得太大声了。进来吧。祝您用餐愉快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零钱。没关系。等等。还需要什么吗？不要告诉别人我住在这里哦。看在以后有很多事情要麻烦你的份上。哎呦，不用害羞。用餐愉快。小姐，这是员工用货梯。你是贱货。对，遇不到人。小姐，不用看了，我不是周凡。我想问你几楼啊？17。不用看了，我不是周凡。要帮忙吗？不用。真的不是周凡。周凡是谁呀？